油作为油漆师，我是怎么盖住水印的？但是这今天的这个现场呢，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不是说因为楼上洗手间漏水了，然后在天花板上有个水印，这个完全是因为是冷凝水造成的，但是道理都是一样。那怎么覆盖水印呢？其实需要这个产品，这个叫做 BIM，这是一个叫 stain blocker，它是专门覆盖那种水印做水印用的。然后，如果你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因为你直接刷油漆的话呢，刷2遍、3遍之后，水印还会露出来的。必须要有这个 stain block 先作为一个打底，用这个东西来盖住水印。如果水印很严重的话呢，这个可能需要刷2遍到3遍之后才可以盖得住，然后才可以刷油漆。这样的话就可以看不出水印。Thank you.